开始战斗。哎，像啊，对对对对对，感谢你。哎呦，你也会用摇杆呢，罗玉。跳过，全都跳过。对对，太慢，太慢了，太慢了。赶快解任务。OK。哎，你在哪里？哦，在这里。我在这里啊。OK。啊，还要你陪我帅死。快刷一刷哦！阿迪斯好像还要很久才会出来哦。我不记得你这个是哪一关了。哎，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应该是最后几关。两点就在马上就可以了。哎，很快，超快的。不过有时候按的变成跳。哎，会哦。咦，两个盖亚在那边跳芭蕾舞，啊，真好笑这画面。哎，要穿不同的衣服。圣诞服比较好看，我觉得。哎，圣诞服比较漂亮。我最喜欢用这招，这招。哎，怎么出？超痛的。你出去了，我还出去不了。哎，好吧。啊，可以了。有了，这跳起来打超快。哦。哦，真的超快。嘣嘣嘣嘣嘣。这个可以秒啊，这个。跳 C。铁拳无敌呀、啊。哦，真的很快。哦。你是不是要买那个恶魔猎人？有。我想说，你怎么没有录他的视频？因为没什么好玩的，我感觉。哦，他那个好像要。一直玩连招不是吗？他是在玩连招的。对，就是一大堆不切实际的东西。哦，狐狸花俏了。哎，哎，怎么去那里？三国志玩的怎么样？三国志只是还不错哈。打通了就没怎么玩。哦。就是等这个游戏，所以买来玩。哎、欸，然后呢，我们真的等超久的。不过其实说真的，我们算等很久了。可是电脑版的，他真的给我们很多优惠。嗯。当初 PS4 的，他们很多东西都要买的。哦，他的狗是这样。杨戬的问题就是，有时候按马 C 会变成跳。哦，会哦。对，他的问题是这样，没按好会变成那样。啊，结果我有试过，这个之前就有人讲说这个马的跑速很慢，然后可是如果你用速行的，然后再加合体神速炸下去啊，它那个跑速是。马的一倍。雅典娜最快的，哎、欸，我感觉盖亚和雅典娜是最强的所有生命。雅典娜是速度快，他现在如果以攻击力的话，被盖亚抢过去。盖亚只是移动速度不够雅典娜快。哎哎，对呀、啊。
可是我觉得奥丁给他加到最强也蛮强。奥丁啊，嗯，奥丁之后全部给他加到二十。没怎么玩过他，我没怎么玩过他，不知道。反正现在人人都有时间停止了。啊，对对对。啊，可是我还是比较喜欢用那个三头狗，因为三头狗炸下去之后，合体神是直接满。嗯。哦，你现在那边是几点？12点了，差不多11点。是早上。对啊。哦，我们台湾这边已经是凌晨。哦，凌晨了吗？对呀、啊。睡不着跑出来打电动。哎呀，因为家里的网速不够快啊，跑不动。你有一个九转人物吗？现在？就 A， 就现在这一只。哦。A 只跟盖亚，全满。场的地图很大哦。你最喜欢的地图是哪一个？新的地图？你新的地图看？你还没打到那里吗？我想看新的，我想看看。嗯。哦。啊，有那个，因为我现在可能还没全部打完。我最喜欢的一关是那个。是那个，他的移动性确实不怎么。哎，阿尔修斯跟那个，那叫什么？啊，阿尔修斯跟，洛基有一关不是他们两个去调查那个东西吗？嗯。啊，那关不是兵很少吗？不是很快就过关了，不记得了我。啊，没关系没关系。那一关就是有一个点可以无限刷屏，无限刷小兵。那个地图里面就差不多有100多只小兵。蛇夫塔最好的经验、啊。对，蛇夫塔，哎，一下子就满级了。啊，拿这个打王去打蛇夫塔看看。真的刷起来好少哦。对啊，以前我跟你刷的那个还要少。蛇夫塔一下子就满级了。哦，好，我来刷看看。你还没有打过，你要打很久。你现在去打。如果现在去打一场的话，应该还可以。先过故事模式吧，你都没过。好好好，哎，对，赶快过一过。聊第二这个还没打到，现在还不能换人了，在这个画面。哦，对，没所谓了，哎呀。好。啊，这个还没有过。神仙戏呢？嘿嘿。哎，就在这个图看到有纣王啊！哦，真的、啊，杀无尽啊！好，来看一下，来看一下，留意一下啊！白鹤童子，
太好笑了。好吧，我真的很怀疑说四代可能就是做那个下一代可能就我应我应该、欸、出来了。那王飞虎，王飞虎在这里，在我上面这里。我让你去看李铁拐。真的哎、欸，好吓！把那个八星过来都来了。对呀、啊。我真的怀疑说那个设计的那个人很喜欢中国神话。下一代走不了了，我觉得就做王，做最终的 boss 吧。应该真的很好，不然就是把秦始皇叫出来。嗯。真的，以前那个无双系列有一个的啊，他就是做秦始皇的。嗯。秦始皇也可以、欸、也可以。有啊，他以前之前有一个什么无双什么无双快流，他就是做秦始皇的故事。还有那个西楚霸王。对对对。可以、欸、可以。超好，有啊，之前就有做过了。沙无尽也在这个图了，我看看。哎呦，来看一下。石猛，嗯，笑死了！我去把那个纣王打死，我死掉了。哎，进不了那里。看到沙无尽了吧？哎呦，超好笑的！哎，黄飞虎呢？耶、yeah, ，王飞虎。好好好。你之前下一代走不了了，我觉得。对啊。什么申公豹那些都是。你那个人在哪？对不对？月夜剑，好，我记得你前几天直播，我有去看你直播啊，里面好像有一个，哦、里面不是有个玩电动那个，有个什么聊天呢？有一个玩 P 四的玩家跟你聊天那个。哦，哎、欸，我感觉他讲话很臭屁。哦，他是 PS4 的吗？哎呀 ，PS4 的。他主要玩什么挑战模式呢？哎、欸，真的，他是在玩那种。会啊，你比他厉害，你还那个修改器000。现在还没完善那个修改器。哦，对。这时间还是在倒数的。哎呀。然后倒数也是会输，不过就是胜利画面是零而已。哎哎。然后终极版那个属性的组件是9999嘛？哎，对。它还是999。不过就是无限用罢了。哦，真的、啊，你那个经验值可以无限用？可以啊，如果我想的话，我没、哎、我没有用，只是。哦，不然你那个每一只角色都满满等。我一开始只是想，哎，打无尽模式，我只是想锁定时间，因为我不喜欢。哦，可以了。其他的我就没有用过。了解了。我想说那个修改器没有那种无限神速啊，无限无双啊。玩那个就没什么意思了。哎哎，那个就那个开起来就没有那个打斗的感觉。哎呦，太公望不死啊！
其实你觉得装暴风是好还是不好？雅典娜装比较好。哦，盖亚我觉得没必要，可是我也装了。其实暴风打下去之后，其他小兵会有计算吗？对，就是吸过来，好像很少哦。哦，雅典娜装比较好，因为它那些光柱随机的。对。哦，总算收完一关。而且它无双那个放完之后，那个时间比较长，会容易被人打到。哦呦，其实现在也不需要修改器了，我觉得。哦，嘿。因为蛇夫塔的时间很充足，跟没有一样，很充足的。哎呦，不错不错。其他的那些反而有些赶之前的那些。嘿嘿。然后不是说现在打完再回去玩，时间不是他说要改掉。啊。不过也可以，就是用雅典娜都没什么问题，感觉。哦，其他角色我不知道。哇，吼吼吼！哦，这打超快的。哦，喘一下直接死掉，一下子消失掉。嘿，不过所有武将还失败。去哪里？你也忘记了齁？忘记了，完全不是模式玩过一次，忘记了。因为你到最后都去捡、啊。好像等奥丁了，等奥丁说话。啊、OK OK。全部人都洗白了，到最后这故事。对呀、啊，笑死。好多支线关卡都是没，都是要等，等他讲话。哎呀，很麻烦啊！今天20号了吼。啊，哦，你那边是20号，我这边19。19。啊，那三个服装会出了，一下。哎，要出了，要出了。你那边应该是早上才会出。我们是免费吗？我们是免费吗？对对对。好帅哦。你有了盖亚这个服装就应该是免费的。因为好像那个当初那三个服装好像是要抽奖。嗯。电脑的关就是有好处。我好想啊，雅典娜有那个女神装啊。哎呀，他那时候就没有弄到。差一点点。不会啦，你有修改器，你可以用很多不同的衣服。可是现在没有人做了。啊啊，对，你只能用旧。没有人做就是骂、对呀、
不会啊，你那你有那个没穿衣服就很厉害。如果你去给他钱，你可以下载，完全没有露点了。哎，有。有那个就进步了。啊，有人说真德后面也很强，真德还没玩过，玩，他们说要玩到后面变起来之后，好黑啊这个地图。哎呀，看龙种我是没兴趣，龙准很强啊，别人说，哎不，讲错那个啦，那个叫什么？阿基里斯啊，阿基里斯不行啊，别人说，哎，我那个没兴趣。龙总觉得很帅，我还没解锁技能，那武将，啊，所以现在还不是很强，忘了解锁杨戬的技能。杨戬哦，啊，不然你等下去解啊。嗯，没所谓，反正都是故事模式，还是很简单。嘿，我说你解下我再邀你，没所谓，可以。好，oh, ，OK。反正都是马西的玩法。啊，对。好黑这个地图。嗯，不喜欢。你看了一遍。我最喜欢是那个挺大的那个，不是最大的那张。不是最大的那，我知道在讲什么。黑底出墙的那张好像。我知道。他黑化的那个时候。不是他的，不是绿油油的那张。我知道你在讲。有那个的波有些弯的那张。那个地图很小哦。那个挺大的那张地图。我最喜欢那张，可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玩到。哎呀，同下海。应该差不多了吧？应该。那张我感觉最好。你还记不记得那时候杨戬可以神化化的那个？哎呀，我都忘了，试一试。来，啊，这一盆试一试，我都没试过，好多新人物都没试过。啊，你先试啊，你先试。嗯，没所谓。我记得有一个动画是那个巨人把那个小兵拿起来往旁边丢。嗯，那个画面我笑超久。独眼兽，哦，就是黑地图，气死！哇，好黑，好难看这些图。嗯。好，可以神格化。哦呦，好难看的这些图。哎，然后赶快把它解掉，赶快解掉。其实我觉得笑捐钱，那这个都好笑。
你雅典娜那个雷属性千万别加到20。啊，没有，我加到15而已。对，我也加到15。有上网看一下配，因为好像满等它爆不出来啊，不会爆。对啊。哎呀。其实也可以，还是可以的，用跳 C 可以的。我想说，是不是因为我们 PC 不行，还是说 PS4 不行？全部版本都是这样，还是可以，还是可以的。你用跳 C 是可以有爆炸，不过就是麻烦了。哎呀，真的。怪物出现。哦，是。我想。这个地图真的太黑了，好难看。很黑哦。好，神哥夸看看，哦，挺好，试一试，哇哦，不错不错，不过他的 CG 不够强，两点。啊，应该是你还没升到最高。可能会吧。啊，你赶快去升看看。哦，那个原女子那个后期被改的很强。对、啊。吸血吸超痛。他的固有。挺帅，他个神格化固有。固有冲哦冲哦！神格固有很帅。哎，有看到。没有雅典娜不可以跑图，感觉好慢。真的好像两个玩家一起玩的话，经验值都会翻倍。嗯。蛇夫塔双打是最好的，今天说。哦嘿，那个。因为素材都是翻倍这个。要翻倍的，还有你用的人物我也有。哦哟。对，赶快捡捡。哦，我血好厚、哦，压死了。他家死了吗？哎，挂掉了。无语。
天空神之塔，最后一个嘛，一百层那个没，不是最后啊，蛇夫塔才是最后啊。哦，蛇夫塔要打很久哦。蛇夫塔每次都是从第一层开始的。啊，我建议你打无尽模式，首先选杨戬啊、盖亚那些人物。那些很难找，那些人物到后面。所以先选他们会比较好。选了就不用找了他们了。哎，对。我找洛基找了一整天。好。对啊。对那些神仙那些先换人一下。对，哎，哦，换人了。哎，换人一下，努力换一下，换真的太慢了。对，我要点他的技能。全都没点了。好，我也换一下。好。想试试龙准，看看龙准怎么样。哦，龙准可以哦。龙准。又要点。没点过感觉，安川。哎，把点全部点满。点好就跟我讲一下。嗯，武器也要练一练。没玩过它哦。哎，分解好多武器的哦。噔练成武术天机，不用暴风，延展，好，你先配，我要配一下我本多，配。啊，你好像应该有真武了齁。对啊，我的主力有、那個、不过我这些人物没有。你觉得那个真的有差吗？在故事模式一碰一下就秒了。哎呀 ,99 欸。可是如果在那个无尽模式应该就比较不会那么痛齁。就算加99。无尽模式，嘿，还可以，没打、哦、打最后面的那些蛇夫塔那些，其实那个强度是我觉得还好。是哦，啊，本多冲一冲。我不知道他应该怎么加增广。神机勇猛，还剩一个神主。哦，真的要给他们
一直升级，好好伤经验值。嗯，哎呀，升到难怪要去无尽模式打。无尽模式很快了，不用。哎、欸，打一场下来就几千万。对啊。啊，你上一次拍的那个，好、啊、OK， 你上一次拍的那个影片，那个一进去，这个你的副将就死掉，等我一下哦，选择衣服，等我一下下就可以。哇，龙准这个白色的吗？不是不是，有一个他的手，啊、他那个手有火焰哎，哎呦。那个是免费的，对对对，好，邀请我吧。好，恭喜爱。再等我一下下。神速怎么见了？哦，装备神器。哎、欸。龙准。配什么神器好呢？下线。死神镰刀。试一试双叉戟，没试过这个。哎、欸，那个不行。OK。好。好，等下来看一下你的龙族。好来回味这一关。回味这一关？对啊，很久没打这关了。是啊。哎、欸，以前最先过了最后一个先过了故事模式 啊。OK OK OK， 我想说先来刷一下金色素材。好好好。现在是每一关都可以打混沌的，这样很好。对，超好。哦，是龙卷。看一下你的。哇，好快耶！打。哦，我看到你的手了。哦。你把龙卷全部升完了哈。嗯，没啊、他还没有九转，转了，好像是转了，哦，好快，不记得了，我都，哇，他速度好快，有点按不及，按不到。一开始看那些人玩觉得他很废，可是自己玩那个哦差很多，然后其他人一出来游戏出来之后一高手就玩过就让他很强、欸、那时候刚出的时候说真的很多人不会玩，然后硬要玩，然后我们都觉得玩得很烂。像我前两天也是看一个台湾玩家玩啊、哦、我看他玩我会玩到吐，就是看他玩我会气要吐血。不是说他会、哦、这样，嗯，他哇有点卡，没什么，哎、欸、有点怎么这样，那个双叉戟，
一放滚动程序有点卡。他说三 V 的那个混沌模式也有改强，就是这个。对啊，这个双叉级这个神器放神速有点卡。不错不错，哦，混沌出现，不过比不了盖亚了，真的。啊，你好像也很少玩吕布哈。对，不怎么玩他。啊，你那时候跟我讲说，如果先我明天如果有去打那个无尽模式的话，你是说我三只主力先配？也先用你的主力去打。盖亚嘛，然后雅典娜。雅典娜是必要，我觉得。啊，因为速度快啊。对。阿洛斯也不错，没法比跟雅典娜速度。哦，那个冲一冲，比那个骑马还要快。盖亚一招这个是 C 五打遍天下。这是他的无双，他的无双不怎么强。混沌，
测验冠宁，哎，好像多了这么多的，哇，哦，好好满哦，好像多了这么多，哎，哎，有，吓到我，哇，有点难打。哦哟，以前快就没那么多。以前这个双蛇杖用了普通神术打那些怪物会有硬直吗？以前好像没有，现在多了硬直。哎呦，我知道你讲的那硬直，以前没有，以前真的没有。嗯，加强了所有的，错不错。哦，其实我盖亚是用双蛇杖。哦，可以可以。我当初差点放弃这一片，不想买，那等太久了。还好吧？啊，没有你，我们那时候等得很痛苦哎，每天都只能看别人玩。我看了两天就没看了，因为我不想玩的时候，不想玩的时候跟我一样没有新鲜感。跟我一样啊，看了就封锁。我都把那个相关文字封锁掉。而且看别人玩的也不怎么样。哎呀，越看越气。因为那个日本有些玩家都玩得很强。对啊。嗯，很会配。盖亚强无敌，不过就是移动速度没有雅典娜那么强。哎啦，要靠骑嘛。哦呦，混沌出来喽，在你那边。对。哎，现在是一样的吗？以前是不一样的那个位置。哎，真的。哦，不是，也是不一样。我过来已经看他被打晕了，现在我都没有过去，还是有点不一样。结束了，好痛哦。转军境我真快笑死了，真的好减压这个游戏啊。看你这个转军境我一直想笑。幻灵还没死。 No。其实那个什么盖亚的那个招式啊，好像是拿以前那个貂蝉的招式来用的。哦，是吗？哎，他只是那个
我感觉还是原版那些神比较有特性一些。哎，真的，好像雅典娜、瑞斯啊，拉瑞斯那个啊，吃边啊，嗯，都很有自己的特色。然后现在盖亚、啊、这些，盖亚这个不就是在跳舞的？这些只不过是范围增强，然后攻击力变强。对。设计方面还是骨折了那个比较好。嗯。等我一下谢哦。嗯嗯嗯。我那个。刚那个武器没配好，重配一下。Hades， 好，就是Hades。好，你配一下，我也在配，刚刚没配好。强化，可以转身。哇，好多武器，分解一下，真的。然后练成。神经。破块那个属性你有没有试过、啊、哪一个破块新的那个属性破坏、欸、没有，我那个我也没事、嗯、反正新的那几个我都没事，我已经习惯用旧的。哦，就放十吧，不想消耗太多。嗯、啊、神机Hades 应该天地机吧，应该是。Hades， 你等下加到满看看。嗯，神兽。等一下看怎么玩。我也没玩过，我看看是。哎、欸，打开。忍者禁忌，牺牲，就牺牲就好了。牺牲是一定要用的。它是例行，不需要西国了。嗯哼哼哼。然后天舞。哦，天舞要。它是例行啊。对。神迹。然后最后一个不知道放什么，嗯，禁忌。那就给它装烧礼。烧灵我不需要逼了、啊、第几勒，陆涛也不需要破坏。Hades 好像就放个裂缝吧，我不知道放什么。普攻啊，普攻应该也要放个裂缝。可以进行。啊，可以赶快来过任务喽。
哦，最终章了，最终章了。现在才是最终章开始吗？哎呀，看一下，应该是哦。那里还有什么十几关呢？还有应该。哦呦。哇。好 ，Hades， 哇，中痛，好慢的他，已经神速加到10了。啊，怎么这样？你九转了吗？九转啊！啊，怎么这样？哦，怎么会这样？啊，你那个武器还没全满呢、啊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哎，为什么？难怪难怪，我刚才加了，现在还没有了。那个好像全部的武器都要全满之后，它那个属性才会出来。嗯。那现在没有加，我刚才加了，可是现在看到没有加。嗯，了解。看到，在你那边。嗯。哎，没有兵，还在上面。冲哦，冲哦！哦，我们那边现在应该中午了哈、哦。嗯哼。哎呀，等下要吃中饭。对。
打不死他，嘿嘿，啊，剧情需要。挂掉了。哦耶！被律师臭透了。太多废话，这游戏真的很浪费时间。嗯，以前旧版还不会这样，新版的就麻烦。嗯，好，我要再搞搞 Hades。哦，好好好，刚才不知道为什么没有。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决战一切的终结点，可出及最终章。你看我刚才分解了都没有分解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。好，喂，搞笑的新角色，人强武器。压我吧，好，我下。来喽，来喽。看不到。诶，下哦。有了有了有了，可能网速比较慢。哎，这边这边。好。那个，等一下，我会先去安全的地方躲起来。那，啊，你先过，我去上一下厕所。好。应该是这样。
下啊，这个那个应该是最后一关了哦，最后一个了哦，总算有了哦，然后其他都是支线的应该是，太完美太完美了，嗯，好，我先躲在这里，好麻烦，这关要等的。哎、欸，这关要等。先躲在旁边。干脆我守护着你算了，你去厕所吧。这里很安全啊。我守着你就可以了。啊，对，因为这里会无限出兵。对，无限出兵。我先赶快去厕所。我先去厕所。我保护着你。哎、欸、，OK， 让你久等了。哎，可以。哦，把分头去做。OK。哎、欸，其实那个。
他这个啊有一个有几关都是那种无限出兵啊，我记得我那时候挂机挂三个小时就几千万，挂机耶，就是那个什么那个机器哪吒不是有那个踢球球那个吗？嗯，然后我把它踢在墙壁啊，那个兵就是跑出来跑去那边，这样就可以。那也是个小 bug。我们电脑的应该不会再更新了哈。不会了吧？我这游戏应该都禁了吧？对啊，如果再更新把那个 bug 修掉，我就不想玩了。这边才对，我先把这边锁了啊，应该等下我就可以拿到黑帝斯了哈。黑帝斯还没，别人说是标准强度吧。哦，我这关打完就可以拿它了吗？好像是。哦、OK。他的另一个，他的服装要通那个，对，天空之塔。对。他真拿完一百场。不开门，哦，很慢，真的是气死。打死了。对，现在这个双蛇杖那个普通神术对那些怪物也有应值，现在有打蛮痛不痛，可是他有应值就出不了招啊。就不会出哎。还不开门，去你那边那个上面了吗？也 OK。对，去了那里。快！每次看那个
独眼兽走路都快都很觉得很好笑，屁股在那边扭来扭去的。人家走路很好笑，他屁股都会扭来去。你看我现在还不是真武，我现在是三星武器，然后盖亚还是秒秒秒了，已经。啊吼！然后他真武加九九，我有点痛。对啊，故事模式完全超标了，刚刚。哎，故事玩模式应该就是类似是在打简单模式。我现在打不了他，快走快走！哎呦，赶快！哎呦，打不了他好像。哦，跑！这设计有点问题。哎，真的。你应该给人知道啊，应该。快、哦，现在打，现在打。输。给你吃一颗。哎。哦呦。哎呦，无敌状态！剧情需要。哎。哈啊，关厕所。哦哦，这样都出得了招？就你是吧？开玩笑。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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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打不死他？奇怪，哎呦，有点慢哦。哦，过掉过掉过掉，哦好。还打不了他，哎，我绕跑了。哦，好像变大了，这个地图好像会，我不记得，应该会变大。秒！哟，赶快去，赶快去！对对对，在这里。对对，变大的地图。啊，怎么变大啊？笑死我！哈哈，真的。好，那你说的是这一关吗？对，应该是这一关了，应该是。哦，你最喜欢玩的这一关。哦，我不是就说这个地图哎。哦，真的、哦，好可惜。Yeah, 你忘记它叫什么名字？我说那个地图不是那个地图、啊、你记得他名字吗？不记得啊，因为你后面都跑去打那个无尽模式。我、哦、去那四个地方了，应该是我都忘了、嗯，其实还是其实可以直接去打他，我记得直接去打，直接去打好像是有四个盖亚分身比较难而已。哦，都可以都可以、啊、是是是是，可以直接打，小心一点啊，很容易挂掉。哎，反正我们现在都那么强，不用怕啊。哎、欸，挂掉了吗？哎、欸，被我用冰狗秒掉。
那四个盖亚好强，很容易挂掉。哎，好，没关系，小心一点就好。其实那时候我真的万万没想到会是黑帝斯，黑帝斯变反派。对啊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所有的游戏啊，卡通片啊，什么电影啊，都拿他来做反派。哎呀，其实他没做过什么坏事吧？那个神话当中，没有，神话的时候他没有，他是掌管地狱的使者。对啊，还是很公正的一个人嘛。哎，真是的，就像中国神话，他就是类似阎罗王一样啊。对啊。只不过他们这次游戏给他做的是他是哥哥，我快笑死了。好，在中间再去打他。哎，我冲我冲哦！开门开门，打不了他，现在还好，在外面解任务。要把那个人干掉，小心了，打不了他现在。对。我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还是没反应，不行啊！好，现在还不行，哎，好慢哦！我看人家转圈圈飞过去，好笑。哇、哦！哎、欸，还不行。对，还要等。哇、哦，这废话好多、哦。太多废话了，真的。哦，真的。哦呦哦呦！黑底子打黑底子，哦，痛痛痛痛！哦，镰刀帅哦！哦耶！哦，来看一下动画。飞掉吧，挂掉吧，死吧！好无聊的这剧情。哦，总算可以。我有全部都在我的 YouTube 上面，你可以去看。OK。快哦，结束喽！哦，太完美了。解锁了吧？应该。OK， 有了，有了。嗯。好了，我去吃午餐了，你慢慢玩吧。好，谢谢陪我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啊。好，那明天还会再玩？看看吧。我今晚你， okay, okay. 如果你今晚你是你多少点了？
几点了？我不知道。我现在这边是四点。四点你还在玩呢、欸？凌晨啊，凌晨。哇。我。对啊，有时差。再讲，再说吧。OK， 拜拜。好，再见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